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チ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君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玩欧卡线上送货啦。那我们这次线上送货呢，邀请到了。郭先先过，那郭先跟观众打招呼吧。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啊，那我们这次的欧卡中国人是第十二集了，没想到已经做到第十二集了，第十集已经，哇，已经是一个突破了，没想到已经做到第十二了，哎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。那我们这次的货呢？是要来送到烈日，然后货名是油罐车，这个是油罐车吗？因为是化学槽车吧。然后重量是4公吨，然后工作收入是7186欧元。那这次的货呢是一般的货，那就来开始我们的运装任务吧。那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也记得订阅郭先的 YouTube 频道。先走啊。OK。停下来，左右看，左右看街。好抱歉，我这里的话有点吵。前方左转。也没差啦。丫的嘞，怎么突然熄火了？对啊，幸好赶快那个了，恢复了。不是，它是音效的问题。然后我们这一次还是用手牌啊。我是觉得用手牌感觉不错啊，因为自牌的话，就是有时候档，就是你开的时候档数会突然的怪怪的。开自牌还好吧？自牌是不错啦，但是有时候就档数就是，有时候开的时候突然跑到最高档6档或12档的位置。你讲到6档、12档，我突然想起我今天要开了6.45，我今天开到再来是12.45，你会跟在我后面，你会那个动北点啊？因为我是六速档车会比较，会感觉比较慢一点，因为那时候跑的时候是跟花一跑，嗯，然后花一他开12.45，我开6速，然后他我后面就动北点，你那还是包括。你这可以开110啊？我那个货可以开110。那个除了那个外部的部分， Workshop， 外部只能到90。先送，你有去送那个热那亚桥吗？热那亚桥是在哪里啊？就那个哦，那是意大利算了。我只有那一路。应该有，应该那那亚桥应该有，就那个桥。有运送工程，我 Chuck 可以领东西了。我线上送货已经到十二级，已经录到十二级，然后但是欧卡精华才录到6级而已。然后精华才8级啊，还有4级还在我的电脑里面还没发出去。我的话，我好像是从你的那个什么。好像是我卡，反正就是精华的时候开始看的。你有用方向盘吗？今天没有。你那时候精华都是用方向盘吗？不一定，很多都键盘了。大多时间都键盘。哦，是从你的那个第一集就开始看我卡的那个线上。哦，对，前面是方向盘，前面是方向盘。就是一个镜头在前面，然后车子在开过来，然后在那个休息那修车场。
车库，车库。那就在那边开过来。那你那、哦、那个感觉啊，那个感觉有点那个，类似就是学那个什么单位啦样子。嗯。我这也有这条路，我这也有他的 DC 群呢。哦，天哪！我有又单位 DC 群呢。然后也有那个冬瓜、武秋风、阿杰 Game 实况 DC 群。那个我有，那个我有。你是要加入会员？没有，没加入。我有加入会员。我就是那个会员那个丐帮群的。手牌四档就直接到110了。正常吧。四档可能是转速很高、哦，自排的话是六五档还是六档的时候就已经才到110，就档位比较少，你就省油啊。其实应该不是讲省油，靠左，你开六档比较省油，继续直行。继续直行。你延迟手机啊，真好。你说那个网络延迟啊？嗯，快的都蛮不错的、啊。我而且我每次直播，现在最近直播都用1080p 啊。继续执行。还60帧呢？对啊，都六十帧哦。我等30帧。我刚电脑真棒。30帧。差上次直播2.5小时，差点电脑烧起来。然后我跟你说，我手机哦，我用手机编辑哦，都只能到那个1080p30，就是1080p 而已了。我的电脑可以到那个30帧，电脑就差三十，电脑都20帧。我就是我直播的话，我设定都是直接都60帧，全都 FPS 都60。手机性能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电脑性能，我一开始，我今天的，就是现在，算要怎么说？靠右，现在录影，然后使用用直播录影，就现在直播啦，现在就用直播录影嘛，就直播我就用那个，要右下，边的出口，右边了，另外就是用，一开始啊，准备的时候，没发现大件事。是1080，不是1080，是1280×720。哇靠！翻回来啊、哦！嗯，还翻回来，厉害！啊哈哈，这个什么啊？没关系 ，NG 我还是都是剪出来的。那你这样子怎么跑出来？等一下，对面跑上去。我先走，我先往前。OK， 后面有个 TW 哎、欸。没事哦。后面一个 TW 嘞，很呆，那就没杀，没事，那就没杀。对 ，TW 就尽量挡，好不好？台湾人啊，尽量挡，拢家己人啊啦。我要看一下前面有没有那个路可以出去，应该是有啦，有啦，有。啊，没关系。这个一样照剪，就是直接一刀未剪的感觉。我以前都是这样开的，我以前是这样开，然后我这个觉得我应该是可以搭配一个那个，就是搭配那个墨镜的那首歌 ，Traffic Light 啊。哎呦喂，旁边跑出一个，哇塞，蛮快的哦。
货柜19%，没差，0%，我19%，我刚才用 FIX 救了车头。你要跑前面吗？都可以啊。没差哦，好像越拉越远。直接，第一次跟我开车就直接看到我的那个情况。哎可怜啊，右边路缩进去了。OK。右边路缩小，比较窄，跟左右都一样窄。靠左，然后继续直行。后来系统单线靠左。你要右转吗？直走而已啊，直走。日到了没？还没，继续直走。直到烈日哎。本来我是也可以定到那个热门山一段的，中间一段的，啊、待会来跑。风险太大了，待会来跑。等下再跑。录完这个就好了，录完这个就去跑。啊，那三宝精华对不对？现在都很少见，因为都没时间去看之前的影片了，因为。现在第六集啊，一到六都是看，就是到之前的影片啊，像是第一部啊 ，EP1 啊的现在送精华，就是直播的第一集啊，还去翻了直播第一集，然后精华第二集也就是直播第二集，哦，就是看一下走一下之前的、啊，我现在坐在你后边、啊。你走左边。怀疑怎么开启了欧卡了呢？那不是说他欧卡会有点怪怪的吗？我已经跟到你了，快亲到你。你超我好了。快亲到你屁股，赶快切进来。你超我。感觉怎么还在回速？有回一下。靠左，然后继续直行。好了，我要修哎，前面有点可怕，好。继续直行。直行啊、哦！因为我要看你是要直。还是要那个？怎么变多人呢？多少奇怪，这里人的18车队哦，人平常不会那么多啊。你要去哪，先生？哦，下去要减速一下，减速一下，我要切。这个太可怕了！我后面我自己切到那个什么，我切到左边了，然后没想到我竟然下去右边，然后旁边就有车要逼过来，那个人要上，结果那台车要逼过来，结果那台车想要逼过来。啊，那个我们快到，我们先把工作车给先关了吧。好啊，靠右，要右转哦，然后右转，下车哦，等。右转。哎、欸，没判定我那个那时候从人性好。你不要把它关掉啊！我是把那个、啊、打开了，真实一点。你不要 A 到对象呢。喂啦。他那个角度很像 A 到对象，那个人还算好心，他停后面一点。虽然说本来就不会 A 到，他怕会不会 A 到吗？对，常常吧。我之前的我是会刹车、哦，左转会 A 到，会现在都不会。是以前的我，这、就是以前频道的我，我会左转哦。你已到达目的地。频道叫什么名字啊？陈柏勋 YouTube 我有被敲到，为什么？啊！哎呦！我要靠到哎、欸！啊！我靠进来之后，他刚好摇出去，刚好而已。啊！他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突然绑住了。来，撞到了。我这边截一下，看一下，就倒车位置。
看你是哪一个，看你电脑是，看你屏幕是哪一个。OK， 这个位置刚刚好，差不多。好，好。旁边的车好碍眼。哎、欸，不要挡我后面！我靠，没掉边。我用第一人称道。高中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把家里的车抬出去。油门一拜行都如庆赛。那你这样以后你很容易就会出现我欸，又追不上啊，你影片啊很容易就出现我欸，因为基本上没事啊。我话我有直播，我现在我都会发那个直播中那边，你们这滴滴群啊。嗯，那我直播大部分都在跑火卡了，基本上都是吧。哇，你家等一下你的热门赛要怎样跑？有鬼啊！我的天！你家视角被按太快了。好啦，那个要做机会了。你等一下要怎么跑到？等一下吧，先等一下吧，先等一下。好了，我说，那这次的欧卡生活呢，第十二集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欧卡生活呢，请在米家班点个喜欢、订阅、二次元展开及分享留言，然后也记得订阅过先过。拜拜。我们这一次的欧卡生活呢，就到这里结束，大家拜拜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，你说。来喝酒，一句话说走就走，兄弟你说别泪流，一起永远在身后，兄弟你说几年后我们会功成名就，走近路走江湖都有我。好啦，那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的影片希望你也喜欢，你订阅开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